然郭台铭先前说台湾一定会面临缺电的问题，那经济部长王美花则是表示说已经有了配套措施，不认为会缺电，也愿意来跟郭董对赌鸡排。不过因为上午的确就是发生了这个停电的状况，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跟台北市长柯文哲都有最新回应。来，大家小心走，那这个就是要面对问题的，我讲这能源问题，那我说写到2024的嘛，像民进党公布2020、2025以后的能源政策，不会这样负责任。其实人们最需要的是稳定的电力啦，最不欠缺的是部长的鸡排啦。像人民这一次停电以后，家里冰箱如果放有鸡排，大概都坏掉了啦。所以不是那个鸡排问题。是要电的问题，部长记得大家要电，稳定的供电。那可以听到哦，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说，现在民众最不需要的就是鸡排。那柯文哲则是笑称说，这鸡排应该要去哪里领？其实双北早上呢，在这个停电之后呢，确实都有一些状况，像新北受到影响的住户户数呢，大概是891985户，而这个台北呢，也有大概420000左右。那呢，其实在北市的部分，交工处就出动了这个15车30人次，那来协助这个交通耗制尽速的来恢复。而新北呢，也是一样的作为哦，消防队跟这个警察局都是全面的出动，希望呢可以尽速的这个来把人民的不便降到最低。那之后呢，这个电力恢复之后，状况的确获得缓解。